文王望从阮以资金，想让官府追捕之中不成气候，但文王何时对这个结果不甚欢喜？一场赌约，十一个高手已救赎，如何成也无患？哦，原来是文王有秀才秀情，此回结果本才意料，但意外是为了一张背叛君王的票签，究竟是何人刀下？君王敏感，我定我人是谁是好中君王，绝无疑心，要将咱武之中，甚至君主若君，刀下对君王不信任，那该有多大事情一难度？但事实就是，有人刀下了，神圣不用追究。事情已过，对君就对，只是伤了感情，一张反对票也正好警惕怒火，我觉得也是无够。君王，但现在一位说，望君王切勿心冷，你是指欧阳瑞若侵袭，绝不可对他留情吗？正是，此路绝不可留。哼，怒火倒应你。既然这群朋友依赖温环一平，那咱要有其他的工作必须进行，不因此而伤害。其探子汇报，龙都内部进入估算，姚王已经杀乎夺权，定期升了新官，再加就是新皇有些心灭忠心良将，都硬不干，也逼分替国之气，此刻正是龙都兵发力强之时。想好咱用正途之手之突发，神圣所言有理，杀姚王灭龙都，现在只是因如幻境，杀亦不杀，只在咱何意之间？那就将那千百神君都孤我归天，十天后就是姚王亡国送君之日。是，是。众人既不生，那就入去休息吧。是。这七票当中，有人对我怀有疑心，我该对此红米多加吗？这七票，真是不安啊。另外，敌我已将一票人心分家，绝不可留。自从我明天一地。一段目标一生，必将他对我难以尽心。一旦我与他真正完成一计救亲，调出真正胆鬼王兵，伊也未必容许目标在我手上。那我这一连串心血便告落空，看来我是该先下手为强了。